奇怪，我的喇叭怎么没声音呢？我的喇叭，哦，我的喇叭，你掉了喇叭。open 我的喇叭，哦 ，open 了喇叭。晚安。这个光真的是丑到一个不行哎。嗨。皆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大家有看到那个贴文标题了吗？等一下。七点的话会在米娅直播，大家可以赶快下载，然后会有一些刺激的环节。等一下会有一些什么，好像等一下会有一个什么，就是什么呻吟的比赛吧，反正就是还蛮刺激的。我现在也很期待，我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环节。大家可以赶快来，好不好？来米娅直播，链接放在那个外面，放在贴文上了。我觉得这光打好丑，这光线打得超丑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我今天有点水肿，因为我今天荨麻疹，然后我整个手都肿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，我手整个肿起来，我整个荨麻疹整个肿起来，然后我现在也弯不太起来，所以我现在整个人脸啊，整个人都是肿的。我也没有办法，哎，超肿的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哎，你们看出来我手肿超肿的吗？今天是来宣传米娅直播的，也没有要脱的意思，也没有要什么表演。我觉得真的是第一个，真的是大家太肆无忌，有一些人啦、啊，不能讲大家，有一些人真的太肆无忌惮了。什么叫一来然后就是一堆要求？我不晓得哎、欸，使用者付费啊，你为什么不去订阅我的 OnlyFans 或 Fans 一期？里面都有啊，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，你爱怎么脱就怎么脱啊，什么尺度都有，干嘛还问我可脱吗？对不对？那表示你没有订阅啊，表示赶快去订阅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要感谢我开直播还特地的精心打扮，还不忘带长辈出来给大家看吧。都没有感恩惜福啊，那你干没晒？好啦，我们等一下七点，我们大家七点在米娅直播。会有一些触机的环节，他会问一些比较大尺度的一些问题，然后还有一些刺激的比赛环节，就是不能说就是你会看到什么样特别视觉享受，因为他们是语音的那个直播软体。对啊，我手超肿的，看得出来对不对？超肿的，我还想说我等一下弹吉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不是应该偷练一下？超肿，看得出来吗？我今天去看医生呢，医生我就说医生就是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，然后我整个手跟脚都是，我只有手掌跟脚掌。我觉得他今天打那个光看起来很，就是我明明皮肤看起来没有很差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光打下来看起来皮肤很差。Fine， 能抓吗？能抓啊！你可以到我的贴文上面那个 app 的连接已经帮你放好了，随时你爱怎么抓就怎么抓，点下去就可以抓了。对。没有，我是荨麻疹肿起来。
整个人都肿了，超可怜的。等一下会，等一下我会被问一些奇怪的问题。我看一下脚本。脚本，脚本，你给我跳啊！脚本。没关系啦，反正人也没多自然嘛，对不对？只是就是要大家的眼睛比较辛苦一点点。等一下会进行一段弹唱，等一下去那边直播的话会进行一个弹唱，然后会跟大家轮流互动，然后大家可以上麦克风跟我一起玩游戏，所以如果想要一起玩游戏的话就不要错过。晚安晚安，大家晚安。然后我们还会有那个感觉问尺度一般人能听的，但你不来你就听不到啊，而且不一定有人会问你，对吧？我今天买那个多绿，然后哪一杯多多绿，然后我就买了，然后就先做错了一杯，然后我就说，他就说，不好意思，做错了，然后我再帮你重做一杯，我就说好，然后要重做一杯。然后我就拿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我就要喝，我就吸管一戳下去，它就直接爆开，上面直接大爆开，然后我就喷的，我就直接被颜色了，被色的乱七八糟，我的脸啊、胸口啊、腿都是，到处都是白色的液体，白色的多多绿液体。看一下哦。而且等一下还会有一些表演呢，还蛮有趣的，大家可以来参加一下活动。然后怎么参加活动呢？就是在发文的连接上面已经有贴了，就是上面的网址是，不管你是 iOS 或者是安卓系统都可以使用，房号是10000是140，都打在贴文上面了。然后七点的时候会正式。七点会准时开房，所以大家不用紧张说为什么现在进不去，因为现在房号还没有开。等一下可以来米娅参加我们的特别活动。真的这光真的是我他妈真的。我决定我等一下用正常的光，然后拍一张正常的照片给大家看到底有差多少。好，看到好多很久没有看到的朋友。我今天在想说这件到底是要怎么穿比较好。现在大家还在把 Facebook 当成那个迷片直播在看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脸书直播了，所以已经不晓得现在就是脸书直播生态长什么样子。等一下我弹吉他怎么办？我吉他是不是等一下再练一下？决定我等一下要练一下。那个叫什么？现在我的手指头就这么肿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好好弹吉他。决定先练一下。哪有，我的光打超丑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刚刚有人说我超胖的，我就想说，好吧，我又丑又肥。我习惯了，习惯就好。我又丑又肥，至少还有人想要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又老又丑又肥，也没有人要。我要感到珍惜。手指真的好痛。
黄色的比基尼吗？我米娅直播是黄色的小可爱吧？我记得那是有染头发的我。应该我照片跟本人应该不差太多，就是那个光线真的打得太丑了。等一下再来调一下音。干，这个音不对。我知道你们想看，我不开来一点，不开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知道大家想看，我知道你们想看什么，我知道大家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兴趣，我理解，我都理解社会的这些，你知道，对我造成不了伤害了。等一下，我要调音，45分，我大概50分的时候我就下线了，所以还没有载好的赶快载，没有，我没有在 JK 服了，我就是没人，我就是被踢出来那一个，不需要吧，我又没有他们漂亮，对不对？我又没有 JK 服，你知道他们那些漂亮，一进来就看听到一堆人说我就是又肥，然后又光线又丑这样。没关系啊，我不要拉低人家的素质。不要去人家那边拉低人家的素质。我就做自己就好了，做自己做的想做的事情。好啦，等一下自己的好不好？自己的 Mia 直播还没有下载，赶快去下载。等一下7点整的时候会在 Mia。参加他们的一个直播活动，然后直播活动呢会有许多就是精彩的刺激的环节，因为要多说多刺激，然后多有趣呢，就是会虽然说会问一些有趣的问题，可能大家会感觉就是问一些问题而且没什么兴趣，但是等一下会有一些主播，我就谢了，我没有按说什么比较没有，我没有肥比较壮，我其实好没有感觉比较好，谢了，我们不用硬聊啊，不用硬聊。不要浪费力气，不要硬聊。然后等一下会有一些，就是主播会有一些才艺表演，好像会有一些什么，就是呻吟还是什么的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好像有一些呻吟表现，然后有些主播会利用他们的一些厉害的声音来刺激大家的耳朵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应该是7点的时候就会开了那个老黄司机的车啦，大家就可以尽情上车，好吗？干，我闭麦，我要挡一下。干，不行，我的手指真的是神啊，救救我，我怕。好啦，我们大概在3分钟的时候下线啊，大家记得还没有下载 Mia 直播，赶快去下载 Mia 直播。然后我等一下偷练一下吉他，房号是10000140040，记得齁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齁。然后那个现在有密码是正常的，等一下就没有密码了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就可以进来的很顺畅，跟有润丝一样，好不好？现在进不了是正常的齁。我在想我把它剪短，有点想把它剪到这，可是我觉得自己脸很大。就是等一下我们7点的时候会在 Mia 那边做一个直播的活动，他们有一个活动啊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，那里面会有一些很刺激的环节，会有一些有趣的声音表现，好不好？房号是14401401401，看我肿肿的手指头，我第一次长荨麻疹欸，我去给医生看，医生说是荨麻疹吧，人生呢、啊？现在好想剪短啊，剪到这里这样，可以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还是要留长？还是就不要动，就长一点？可是我觉得这个长度很刚好啊，很美耶、欸。头发美不是人美，好不好？人还好。
好了，我们在两分钟我这边就会先下线，然后我们七点会准时在 Mia 直播那边上线，跟大家参与一个 Mia 直播的一个活动，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偷心计划，好吗？偷心计划应该会蛮清楚就可以看到那个版面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等等见咯，用我的小肥手指头跟你们说拜拜。小肥瘦，你看真的好肥哦，好像挺不辣哦，是不是看起来真的蛮肿的啊？我这样自己这样看是真的觉得蛮肿，我哪有那么肿啊？可惜没有，不好意思咯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等等见，等等见，爱大家。我要来练琴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稍后见咯，赶快去下载，赶快去下载，还没有下载，赶快手刀去下载。好，拜拜，等等见，七点哦，在十分钟后见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一直在重播我什么躲避球很厉害的事，我只要拿到躲避球就变另外一个人，就变超级暴力狂。好啦，我们等等见，拜拜。